卵要吗？要了，跟到时候跟那个一起煮啊。一起煮。你们蛋都会用麻油吗？会，会。我有煎，干不要。 干其实也可以留，这个颜色可以留。被我戳拉了。我那不要，那个不要。我在乡区吗？那谁？干的颜色有差？没有，在这边打冰。如果是红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然后变成有点重，或者或更淡的黄色，就是。看你这个船上的哦。哦。对，那个是海上的。海上的。两个都跑上去的。 那边有网路啊，对，那边有网路，那个不是要用你，没有，他是直接用我的，不要用到搞换没电的。干不要，干不要，不很好吃哎，不留的了，不切丝之后炒一炒，炒。你们挠脚了吗？挠脚了啊，这边不是有个洞，那边有个洞啊。不要了，不要，断掉就不要了，我是要看你们头。这个蛋蛮好。开到千王吗？ 千王，我回去开头会知道，我回去再开。那是破掉的，看起来没有，看起来还好，看起来干干净净。好肥哦！对啊，好肥，肚子要留啊，肚子要留啊，肚子要留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肠子？那个叫脾脏，哎，胰脏。好，你弄那个，肚子你可以把它剪开来翻过来洗一洗。有点拉肚子，害怕。 硬要给我的剪刀，对，硬要给。他感觉连尾巴都会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蛋没有很大。对，就是蛋很大就没用了。他就把营养都被蛋。他感觉连尾巴都没有肉，没有尾巴。不会，他不会。对。就可能。他怎么在？他不在，他不在，他去走。 他不在，他不在，他去洗。应该休息了。有。还有什么？五干。哎，油干。哎，这用太光了。 这个是连接那个刚松软的地方，哎，那这个要刮吗？不要了，我们等下要冰。可是它这边有个那个是连接那个软的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里面还有什么？油干好像嘴巴开比较大。哈哈哈！哈哈！不要这样子讲，对不起。赶紧的，这一些都不掉。我快点放了。 我去那边冲水。拜拜。拜拜。这个不要了。拜拜。拜拜。小心哦，牙疼哦。 没有，这不要再洗了，好厉害！好了，收收了。站啊！再见。刚好是那个，你那个有人在。 可以，你要上班了。没有你在，我好像没有。哎，不知道哦。还有我们的汉哥，还有我们的汉哥。汉哥不能汉哥。哈哈哈哈哈。这一台准备了。 做椰干吗？对对对。哦。这边有我的红干，然后这边有花椰。
天飞鱼多，然后这边天色两尾那么跳的。炸烤啊，已经卷好了，卷好了，哎，两片肉留下来，那个肉去卷的，哦，骨头都没有骨头，今天有团钓吗？剩两尾青，剩两，这是留的，一盒两盒，飞鱼有留飞鱼，一盒两百，留飞鱼，那边还有什么鱼？飞鱼，对，叫什么？飞鱼吧，飞鱼啊。嗯。对，还有点肉而已。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只有肉而已。这是什么？哦，胡说。这个来吃。说。关起来哦。好，好，谢谢。没有，你可以看，你可以看。没关系，我拍起来了。对，冰块在哪里？好，里面冰箱在哪？冰箱。里面冰箱在做冰箱。就是。然后就是煎就可以了。对，煎好。剩两只，想要就卖了。好了，今天上午场结束。带着，带着，吓到。那边有。